由民间乡公所主办的台湾国际茶饮文化节举办一系列的精彩活动，推广民间茶米。日前伫上片岭寿天宫庙埕前举办茶会论坛，和民众一边饮茶一边听论坛、看表演，现场的气氛可以讲是非常的热烈温馨。台湾国际茶饮文化节系列活动日前选伫寿天宫庙埕前举办茶会论坛，现场有20桌的茶桌品茶。见真侪民众前往参悟，很舒服啊！你看这个场所也不错啊。虽然是说我们现在远眺那个夜景啊，或者是说现在的晚霞，我们刚刚来的时候那晚霞很漂亮，而且受寿天宫现在打灯光的照耀之下的话，觉得更美。更好看。今天是我们台湾国际茶饮文化节呢，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呢，在8月26号、27号要来准备来举行哦。那我们希望说呢，我们台湾民间的好茶呢，可以透过这样子一系列的推广呢，让人家知道说，民间香是台湾手摇饮基底茶的一个基本的最大的基地。好，那我们希望说，透过一系列的活动呢，让人家知道说，啊，茶是怎么从茶叶到你手中的饮料是怎么产出来的。好，那大家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节目呢，来这边品茶不一样的好茶。那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可以让台湾的好茶呢走向全世界。快来喝好茶，不管是高山茶、乌龙茶，或者是手摇饮，而且手摇饮台湾有80%的茶来自于民间哦。所以，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民间，茶是我们土地的灵魂，有文化、有精神，快来喝好茶。除了地球品地以外，舞台活动这次邀请到画家、歌手高贤之，以及资深制茶专家陈金昌老师，甲大家共同度过浪漫的暗暝。很高兴今天呢，在这么好的天气哦，可以来到我们民间的松柏岭来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关于茶文化的这个论坛还有系列活动。我想我们松柏岭的茶是享誉国际，我们在这边呢有我们的茶，有我们的农产品凤梨，还有我们最重要有我们的信仰文化，我们的地阿公。其实这些呢都是可以来推动我们南投县民间乡来做深度旅游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资本。我们会更加的加倍努力来让我们民间的文化推广到国际上，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的南投文化。我想南投县政府未来里面，在这个产业观光这一块里面会做结合，尤其在我们这个这样的民间里面现在我们除了这个寿天宫的宗教文化以外，加上我们松柳之乡未来是很快就落成，那加上我们的龙柱摊品都值得大家来这个地方把这个来南民间里面就是享受了哈。那未来我想这个地方里面的观光文化或者产业里面会做结合。台湾国际茶饮文化节系列的活动一直到8月27号，若是想要吹到凉凉的风，看到夜景，听着音乐，饮着好茶，过一个休闲的暗暝，欢迎18号、19号会当来到寿天宫参加台湾国际茶饮文化节的活动。记者刘伟林长报道。